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中，江西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深化对反腐败规律的认识，通过统筹做好查办案件前后半篇文章，既清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，更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，让案发地区和单位在去腐生息后焕发生机，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，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。腐败分子就像树木里面的蛀虫一样的，然后被抓了以后，然后我们作为民众，我们还是比较开心的，然后感觉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更多的期望了。以前可能会有公车私用的现象，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。现在我们不少居民啊，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到了就是找我们社区找党组织。现在风清气正的，挺好的，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想去反映的事情，可以通过那个正当的渠道去反映，挺好的。办什么事都方便了嘛，是不是啊？给政府沟通上的距离反正感觉到短多了嘛。赣婆大地上一个个生动事例充分证明，反腐败不仅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，反而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宜春，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，古人赞美宜春，莫以宜春远，江山多胜游。但过去一段时间，宜春的政治生态没能像自然生态那般山清水秀。宜春市委原书记严干辉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、管委会原主任邓继鹏、万载县委原书记胡全顺等人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。2020年，江西省委、省纪委、省监委坚决清除严干辉等政治生态污染源，宜春开启了重塑政治生态的历程。在省委和省纪委、省监委的指导下，宜春市委深刻吸取严干辉等人的案件教训，下定决心持续深入推动以案出改、以案出建、以案出治，全面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。新一任市委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，召开了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分析会，深入开展政治谈话，加强了对县委书记的监督，让我习惯了在探照灯下工作。选人用人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。针对严干辉等案件暴露出的任人唯亲、任人唯圈问题，宜春市委树牢把自己交给事业、把进步交给组织的鲜明导向，坚决同圈子文化、好人主义等歪风邪气做斗争，注重在改革创新、项目攻坚、乡村振兴、招商引资、重大斗争、基层治理六个一线选拔使用干部。原来总有人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，但是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默默无闻埋头干事的干部得到了提拔重用，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。2020年以来，宜春市选人用人一报告两评议总体评价中好的比例持续攀升，换届以来全市呢从六个一线提拔使用了一大批干部，真正把想干事、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。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为宜春党风、政风、社风引入了源头活水，
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也为宜春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延安是2020年查处的，我们宜春的锂电新能源产业真正暴增发展就是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，我们的百亿项目、千亿产业都是这2年产生的。可以说锂电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是我们这个营商环境，是我们宜春的这几年发展的重大变化的一个缩影。严干辉等人被查处后，宜春的企业不仅没有外迁，反而许多企业选择在宜春继续扩大投资。2022年，在全省第三方评价中，宜春营商环境排名从全省倒数跃升至全省第一方阵。实践证明，全面从严治党抓好了，党风政风就好了，就能营造出更好的营商环境。近年来，宜春市坚决纠正严干辉对民营企业主亲清不分、搞亲疏有别等问题，制定规范政商交往、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意见等制度，在全省率先建立营商环境指标长制，以硬约束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。我们重点整治推诿扯皮、特权思想、衙门习气、吃拉卡要等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。2022年以来，全市共查处营商环境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300余起，处分1600余人。宜春现在营商环境特别的好，我们今年的话，那个也投了1.5亿，建了新的厂房，也上了一套就是全国最先进的这个气体冲装的设备。我们有信心在这里发展投资壮大，把企业做大做强。2016年，我厂里一个职工受伤，当时买的保险一次没有理赔下来。2023年3月份，我找到大的政府纪委、人商办，通过他们的努力，一个月就把我这个赔付款25万块钱赔付下来了。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多家知名企业落户宜春，锂电新能源、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壮大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，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，甚至造成区域性、系统性、他方式腐败。作为萍乡市委原书记的李小豹，其贪腐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创伤。李小豹曾经被组织寄予修复萍乡政治生态的厚望，但他不仅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失守，更成为萍乡政治生态新的污染源。李小豹担任萍乡市委书记、市长共8年，对萍乡政治生态的破坏是全方位、深层次的。为此，我们必须痛定思痛，自觉肩负起重塑萍乡政治生态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。否则，我们就对不起萍乡人民，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全面从严治党，首先要从政治上看。萍乡市坚持从政治上审视李小豹案的危害，针对李小豹案暴露出的政绩观偏差、风府议题等突出问题，明确2023年为政治生态修复深化年，持续推动以案促改。冰冻三尺，绝非一日之寒。不立移山之志啊，难究系统之偏。我们不是就事论事啊，为了整改而整改，而是透过现象查找根源，从根本入手，彻底整治顽瘴痼疾。年年有变化，3年大变样，5年新跨越，这是李小豹为萍乡市项目观摩定下的目标。然而，实际工作中，
有的地方不比项目比接待，一些项目弄虚作假，华而不实，造成严重的铺张浪费。新一届萍乡市委以纠治下摸观摸、考核乱象为扎手，注重经验交流，推动工作。观摩过程中，不搞形式，不讲排场，坚决扭转项目观摩的作物导向。同时，我们对项目开展常态化回头看，杜绝一看了之、观摩后晒太阳等乱象，推动各县区中扎项目、扎中项目。签约项目大，最后落不了地，是各地招商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。更有甚者，由于个人私利等原因，没有对项目严格把关，配合某些企业骗取政府补贴。我们从源头上规范我市的招商引资工作，注重事前做好尽职调查、做细评估工作，提高项目的招营质量。同时，我们调整我们的考核思路和考核办法，细化我们的考核举措，确保我们招引的项目能够实现企业有利润、政府有税收、资本有收益、就业有支撑。针对过去指导商不落地的突出问题，我们深入排查招商引资领域骗取套取奖补资金的问题，开展招商引资企业追审完审，今年已追回现金和资产约10亿元。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，萍乡市委坚持问题导向，在全市开展整治四风突出问题攻坚战。我们坚持风腐同查，纠数并举，出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负面清单，划出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不能触碰的红线，聚焦重点部门、重点人员、重点场所，市县联动开展暗访、突访、走访，持续查处和通报违规吃喝问题，营造持续从严、越来越严的氛围。人心齐，事业旺。随着一项项整改工作的扎实推进，萍乡政治生态正逐步修复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自觉，加快高质量发展导向更加鲜明，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有了明显改变，经济发展呈现企稳回升态势，全市各项事业展现新变化、新气象、新成效。抚州是个有梦有戏的地方，这是抚州市委原书记萧毅常说的一句话，但他盲目追求的政绩梦最终沦为一出讽刺戏。萧毅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仍然盲目举债上项目搞建设，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，而且错失了抚州发展良机。今年以来，抚州市委全力优化政治生态，坚决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，持续做深做实萧毅案整改后半篇文章。近年来，抚州市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、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建议为抓手，坚决抓好萧毅案，以案促改，使这座历史名城重焕生机。我们聚焦萧毅案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建立问题清单、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，全力消除萧毅案对抚州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。萧毅在任时，不顾抚州市财政承受能力和债务风险，盲目决策融资实施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等重大项目，他主推的大型实景演出项目《寻梦牡丹亭》，由于经营理念错位、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，导致常年亏损。
这些承载着抚州文化符号的重大项目何去何从，牵动着抚州人民的心。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将文昌里景区和寻木牡丹亭进行融合，然后呢，也选派了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来进行运营管理，逐步推进寻木牡丹亭降本增效，循序渐进地促进我们寻木牡丹亭实景演出的转型。褪去浮华，追求实效，商业加文旅的转型升级，让古街区散发出新的魅力。特地从浙江赶过来的，刚走了一圈啊，然后觉得这里特别有文化底蕴。刚我在那边戏台也看了，他们在唱戏，真的是特别的棒。现在啊，就是平时的周五、周六、周天，跟那个节假日的时候，这个人流量暴增，很多外地会到我们这里来消费。按照目前的状态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好。打造抚州汽车梦，是萧毅的另一个政绩梦。他脱离实际，盲目举债，为大成汽车建设汽车产业园，但项目仅投产半年就宣告停产，成为刻在抚州汽车产业发展史上的痛。近年来，抚州市有力有序整改萧毅案遗留的问题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成汽车问题的整改，我们充分利用大成汽车原来的资质、产能、厂房和产线，引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头部企业，成功的让并起重生，实现转型发展。2022年，新引进企业一期项目共实现整车产量17.7万辆，用工20000人。同时，抚州着力推进强链、补链、严链，一座崭新的新能源汽车城正拔地而起。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。2020年以来，中央纪委全会连续4年把国有企业反腐败工作作为重点任务作出部署，加以推进。江西省委、省纪委、省监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中央纪委、国家监委部署要求，持续加大国有企业反腐败力度。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查透，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推进治理，让一家家企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2023年4月，2022年度全省综合考核总结暨通报表扬大会召开，会上通报了2022年度综合考核结果。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得第一等次好成绩。江钨集团是一家拥有近百年红色基因的省属国有大型工业企业。中央苏区时期为我党我军提供了重要经济支撑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然而，这家企业由于原一把手钟晓云胡作非为，一度濒临破产。2020年6月，经江西省委批准，江西省纪委、省监委果断对钟晓云立案审查调查。面对钟晓云留下的烂摊子，江西省纪委、省监委把帮助企业止损完损摆在突出位置，指导江钨集团成立追债完损专班，通过谈判、诉讼等方式追债完损。查处钟晓云和追债完损只是治标，关键是要修复政治生态。我们深刻认识到，重塑政治生态必须抓住坚持党的领导，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根本，
我们牢牢把握国企信党为民的正确方向，全力扭转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弱化虚化局面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在江西省委省政府领导下，江污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三新一高重大战略，优化产业布局，强化产业转型升级，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，同时积极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，力求破除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难题。我们着力补齐创新短板，加大科研投入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，开发出了一系列新工艺新产品。2022年度，集团公司有一项科研成果获江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，并入选江西省四大创新成果，有两家企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。以案促改的目的之一在于促进企业生产经营，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。三年来，江污集团经营逐步好转。2021年，江污集团在消化历史包袱的基础上，利润创下2017年重组以来最好成绩。2022年和2023年，集团利润同比持续增长。企业精神是企业的灵魂，江污集团深入挖掘百年污业的红色基因，以红色文化启智润心，固本培元。我们挖掘提炼了江污控股集团的前身中华钨矿公司，铁心跟党走，铁血铸忠魂，铁肩担使命，铁胆破难关，铁拳振风纪的无铁精神，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凝心铸魂，凝心纪律，坚定理想信念。查处中小云，让江污集团逐步走出了困境，推动了企业政治生态持续好转，干部职工精气神也越来越足。我们集团纪委收到的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年年下降，一定程度反映出集团政治生态逐年向上向好。以前大家干事工作还存在一些被动观望、缺乏激情的一些情况，现在大家对集团的发展重拾了信心，也更有归属感，大家干事工作更加有劲了。重新回归高质量发展轨道的还有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集团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周才俭，原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黄前湖，原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陈元华等人被查处后，省建工集团党委深刻吸取教训，坐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，让集团发展重新起航。我们直面集团大不强、管理空心化等问题，在经营模式上由承包经营转向自主经营，在项目管理上由以包代管转向自主管控，在风险防控上强化源头和过程控制，全面推进集团稳健发展。江西省建工集团紧盯工程管理、资金管控等关键环节，打造经营、金融管理、工程核算、资产运营、信息化、集采等六大平台，健全内控体系，深化源头治理，集团发展发生可喜变化。之前在管理方面欠账和累积的问题太多，我们充分把握以案促改这个时机，对内强身健体，对外重塑形象，宁愿发展放慢一点，走稳一点，也不要蹭水分的产值、虚假的数据，真抓实干，将企业带入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去。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队伍支撑，
江西省建工集团坚决破除选人用人乱象，采取竞聘上岗、轮岗交流等方式选拔干部，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培养，创新薪酬体系，激发员工工作热情。这两年集团建立，员工能进能出，岗位能上能下，收入能增能减的用人导向，大家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思想少了，担当作为的进取意识强了。腐败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，江西省委、省纪委、省监委不但着眼一个具体企业，而且立足全省国企，推动省国资委开展省属国有企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。我们聚焦省属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，国有资产损失、企业领导人员亲属及其特定关系人与企业发生业务往来、违规公款消费等四个方面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，有效解决了一批制约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。根据江西省委工作部署，省国资委还组织召开全省国资国企全面从严治党暨警示教育大会，通报国企领域腐败案件情况，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，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，警钟长鸣。我们通过以案促改和专项治理，省属国有企业集中整治了一批管理上的积弊、作风上的乱象和改革发展上的障碍，领导干部作风有了明显的改进，政治生态呈现出向上向好的态势。走进黑猫集团生产车间，自动化的机械设备在全速运转，员工们专心致志、有条不紊地工作着。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景德镇市属企业，主要从事石油、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。令人难以想到的是，这家企业在两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黑猫集团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蔡锦章以及原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李宝全大搞贪腐，导致企业经营状况不佳，甚至还出现亏损。2021年，我们严肃查处了黑猫集团一批腐败分子，推动企业进一步堵塞漏洞，完善机制，创新发展。通过我们查办案件，进一步净化了企业的政治生态，同时还实现了三个效果的统一。景德镇市纪委、市监委全面梳理黑猫集团系列腐败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制发纪检监察建议，督促黑猫集团党委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，着力破解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。我们开展大起底、大排查，全面查找党建、组织人事、投资决策、项目招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建立健全了集团党委会、董事会议事规则、投资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制度，着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。黑猫集团加大制度执行情况的督查和考核力度，集团各职能部门不定期检查本业务口制度执行情况，推动形成用制度管权、管事、管人的局面。我们紧盯权力运行这个关键，全面加强集团纪检监察机构建设，健全完善了集团总部和下属二三级公司纪检监察机构。集团党委还成立了党委巡查办，定期对下属公司开展内部巡查，构建了全覆盖立体化的监督网。随着政治生态好转，干部职工的精气神发生明显变化。这两年集团管理更加规范了，
效益也越来越好，收入越来越高，大家心也齐了，气也顺了，一门心思都放在生产上。切除了毒瘤，黑猫集团的机体更加健康。查办案件当年，集团扭亏为盈，此后连续两年利润保持增长。2023年，集团旗下黑猫股份入选国务院国资委首批200家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新示范企业名单。金融领域腐败对金融安全造成极大威胁。近年来，江西按照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部署要求，在坚决查处江西银行、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赣州银行、上饶银行等金融领域腐败案件时，既打掉金融腐败的老鼠，又护好金融资产的玉盘，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。金融领域的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我们在查清江西银行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陈晓明、原副行长徐继红等人违纪违法问题的同时，还把维护金融稳定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重点，督促江西银行党委确实的承担起一案促改、止损挽损的主体责任。我们全力以赴推进风险化解处置工作，运用债权转让、呆账核销等方式，实现了不良资产快速出清，超额完成报省政府处置化解风险任务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不仅要灭火，更要构筑防火墙。江西银行从组织架构、管理要求、履职效能、追责问责等方面，推进合规、风险、审计三大体系建设，将风险管理要求落实到业务全流程。授信审批部承担授信审核把关职责，处于防范信贷风险的源头。我们深刻汲取教训，进一步加强业务流程的管理，纠正贷款逆程序办理的问题，完善代审会议事规则，切实把好信贷准入关。由于陈晓明等人长期弃守全面从严治党责任，江西银行盛行金融企业特殊论、精英论等错误思想，认为公款宴请、节庆送礼是营销惯例，四风问题屡禁不止。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。去年以来，江西银行处置问题线索数、立案件数、处分人数都创了历史新高，通过查办案件，进一步净化了江西银行政治生态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严谨硬。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行党委抓作风、查腐败是动真格了，严的氛围越来越浓，大家的纪律规矩意识也变强了。我们深刻汲取政绩观扭曲的教训，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的工作要求，回归本源，专注主业，及时调整资产、客户和业务结构，服务好江西经济社会发展。我们公司从申请贷款到收到资金缩短了很多天，办事效率更高了，及时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查处系列腐败案件后，江西银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更加有力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，企业经营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。一个个案发地方和单位走出困境，实现脱胎换骨的蝶变，正是江西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的缩影。2023年，江西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接收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数量，在连续三年大幅下降的基础上，又同比下降15%。查处的因贪污贿赂行为被移送检察机关的人员中，首次违纪违法行为发生在党的18大以前的占43.5%，发生在18届期间的占31.2%，发生在党的19大后的
占25.3%，持续呈阶梯式下降，贪腐行为增量得到有效遏制，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发展，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出力奋发新征程，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政治保障，也是政治引领。2023年10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时隔4年再次亲临江西考察，为江西发展把脉定向，要求江西着眼高质量发展、绿色发展、低碳发展等新要求，解放思想，开拓进取，扬长补短，固本新兴，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，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。我们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，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，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，不断探索创新，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方法路径，持续进化优化政治生态，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惩治震慑，制度约束，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。严格自律不破纪只是最底线，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。系统施治，标本兼治，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。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，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。查腐败问题时必挖作风问题，做到越往后越严，一严到底。电视专题片一体推进三不腐第3集系统施治，敬请关注。